谈了两个男的，一个不如一个，你说我是不是出师不利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是？他是我，哦，甲方，这是我。我知道，夏天的男朋友。你喜欢夏天是吧？好像你对你的乙方也不错，比如你的弟弟。什么意思啊？想让你分手。如果你想再说一次的话，那就别了。会发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会怎么样？妈呀，这是谈恋爱吗？这就是玩命啊！我们俩比谁喝得多，谁赢了就叫谁哥。跟你不是一路人，没有必要称兄道弟。改日证据，一定，一定啊！一路平安，保证。你就对夏天这么没有信心吗？你难道不知道他要跟我结婚了吗？你根本就不配跟他在一起。难道你就配吗？至少我知道他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，而你呢？你根本一无所知。放屁！还没有结束，简直就是一场战争啊！两个男人为你打架，开心吧？幼稚。